你拍吻戏会紧张吗？当然会紧张，不过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有一次我跟潘粤明拍吻戏。因为我跟他认识太多年了，我们俩要亲吻的时候，我们俩疯狂笑场，不是他笑就是我笑，我好不容易忍住他笑，他好不容易忍住了我笑。开始。太熟，下不了手。最后真的那个手都掐烂了，就硬生生的把这场拍完了。在一起以后你再拍吻戏他会管吗？那不会。会跟你一起看吗？嗯，反正他会看我的戏，但他有没有看到吻戏我不知道。因为他拍的戏多嘛，他就会看到吻戏。有一次正在播他的戏的时候，他我我妈我儿子都在。他特别尴尬的转头来跟我儿子说，安吉你渴吗？让他去拿水。他你主意挺好的。